準備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咁啊勁飛馳啊稍微慢啲啊，綠色衫嗰只啦。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中外檔有啲好得意啦，中間穿針引線啊，再喺入邊打曬邊嗰只咧就財進福星啊，白衫嗰只都要死搶噶啦。響埋邊有玉合生輝嘅，大外跌埋唔到嚟喎，灰馬正歡騰啦，中間位置仲有幸運勁同埋喜威寶啊。後一搭嘅馬先見到穿針引線，金絲猛將內欄橙衫橙帽咧就善戰嘅，再喺出邊就非常精啊。尾三位置漸信良區尾二咧，你一著耳縮住嚟跑喎，四季嚟噶響尾二噶，包咗落尾。就是那隻勁飛馳嚟噶，啱啱跑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啊跑到中段咁滯啦，前面咧就好得意貼欄放啦，正歡騰咧就喺出邊啊拍住一齊走噶，再後邊嘅第三位咧埋邊嘅位置有財進福星啦，出邊就喜威寶噶，跟住後邊嗰林啦，內欄掃出去有玉合生輝，中間黃心金絲猛將，再外邊幸運勁噶，後多少個馬匹先有非常精穿針引線善戰噶，後邊嗰三匹馬咧有勁飛馳佔信良區，留到包尾就係四季嚟噶，咁啊睇嚟前面咧拖慢咗喎，過呢個咧八百米段處啦，前面好得意好松容，帶嚟咗大約一個身位。正歡騰喺呢個第二位啊，內欄第三財進福星啊，大外檔有隻抵唔住頸就係呢個幸運勁啊，中間喜威寶咧都聞風未動啊，再後邊嘅馬咧有金絲猛將啦，入邊玉合生輝前戰啦，後啲先有穿針引線大外檔非常精同埋勁飛馳啊，縮住嚟爆噶啦，就係呢只四季噶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好得意咧，咁啊仲係佔先啲啊，喜威寶咧攞條鞭出嚟打睇下過唔過到佢噶啦，再喺後邊嘅馬有幸運勁啦，外邊追上嚟仲有非常精啊，鬥到嚟最後百零米好得意，始終係銀啲啊，一放之後咧已經接嚟。咗個零身位，喜威寶喺呢個第二位，埋邊有幸運勁，接近終點啦。吳家俊再贏一場啊，就係呢只好得意啊。第二名喜威寶，第三名幸運勁，第四名咧就係呢只非常精噶。咁啊，結果佢試過喺外搭一路望空跑得好，好得意。徐宇正馬房再贏，好得意。喜威寶第二，幸運勁第三，非常精第四。咁大大下到噶啦，減十磅啊先。咁四季何得何能啫，真係。第二就喜威寶啊，第三就係落幾多飛噶呢只馬幸運勁去到十三倍啫，原來臨尾二六一十一啊，試下今日唔搶啲咪忍一忍住嚟同你跑，都係咁多啫。兩場啦，吳家俊，起碼咯，唔好真係唔好當佢結集，即係十磅生咯，同以前啲年代都唔同咯。嗯。充滿經驗，有時擺前面走嘅馬就嗰十磅真係幫到不得了。嗯，一分三十九秒三嘅時間。睇下趙純良影片啦，咁啊睇下嗱，好得意出閘，十檔俾啦，一路俾，即係馬又夠快嘅，都係咪？俾多兩步，佢內側嗰啲穿針引線啊，嗰啲都有推嘅，不過頂佢唔到啦。但反為就譬如另外一隻跑開短途嗰隻多歡騰，佢就唔係好快咯，所以第一個彎呢度咧就蝕多啲啊，揈咗出去三碟咁啊，再走上嚟就走得急咗啲咯。咁啊，對於佢第一次跑一六五零更加係哦，更加難度高咗咁樣跑。27秒77，哇！再跟住23秒41，但佢因為佢蝕得多啲，你見到好得意，佢埋咗欄佢可以撳翻住已經。跟住財進福星啊，跟住呢對馬啦，咁啊後邊係喜威寶，埋邊係玉合生輝。喜威寶都唔係留到好後咯，係可以留到喺多歡騰後邊咧。咁係好檔位啲，一檔。咁啊，四季頭先就都睇咗啦，第一個彎嗰度只馬有口啊 ，hold 得緊啲。咁啊，變咗而家咧就哇喺馬臨尾咯。佔信良區都係縮咗一個尾喎，而家內欄又係即係因為佔信良區又係實外檔，係啊，又係個檔位問題啦。变咗佢又好难出嚟啊！直路嗰度都几多马压逼住咯。反为一只非常精啊，一路喺出边咁啊，冇乜所谓啦，谂住喺出边跑，不过都跑翻第四啊。甚至乎跑第三嗰只幸运劲，其实都系出边噶嘛，系啊，蓝衫嗰度，即系好冲啲咯。因为占信良区系咁望都冇位，嗰度冇得骑。冇由内栏二度出去最出，唔使唔够只劲飞驰出啦，呢度先真系望空。都是四季，真系后面上嚟都追翻好多，其实都都系有卡斯啊嘛。系啊，